刚才重启了一下啊。好，又重启了。这路供电比较特殊，反正上面它只有一颗电容的，刚才这个电容也没有补，不装这个电容的话可能会造成重启，所以凡是这个线路上面只有一颗电容的啊，这种，建议还是把这个电容补上面，我不补的话就进不了系统，重启啊。我把这一颗电容补起来啊，补起来之后再看。这个电容是一个4.7微法的一个电容。拆一颗过来装回去啊。好，再试一下。好，进去了啊，没有重启。这个电容一定要补，像这种电容掉了之后会导致重启，不进系统。